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，又到了改岛的时间了。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目前完成了哪些地方。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些区块，包括有所有公用设施的本岛，还有机场出口的杰克与他的豪华饭店，左上角史培亚的农耕退休地，那这次我们要布置的是位于右上角的这个区块，在这里呢，我要建造的是耳光与柠檬娜的森林生活，因为他们两只小猫咪家里播放的音乐呢，都是《森林生活》这首歌，所以我要让他们住在被树木包围的环境。有了这个初步想法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动工吧。这边呢，我也想要做一个三层的高地，并且呢，我想要用倒 U 的地形来营造一种被包围的感觉哦，又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盖这一个区块了，我就用五倍速的速度来让作业进行。来回的调整地形后呢，终于做出了我理想中的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把柠檬娜的房子给搬过来，耳光呢则住在这一边，架好楼梯，这边呢是要通往第三层的隐藏式楼梯，耳光家的楼梯呢则要搭配他房子的白色木板，选用同款的楼梯哦。这次呢，我想要先把桥给盖好，在这边使用吊桥。还没开始布置，光是地形是不是就很好看啊？今天的影片呢，会先以耳光家的周边为主来布置哦。柠檬娜的部分呢，则会留在下一集。那因为是森林主题呢，一定要有一堆树。
我先把针叶树还有阔叶树散落在周边，先暂时随意的种植就好，会比较自然一点哦。观察哪棵树适合怎样的大小，再用果树树苗卡住它们生长，让这些树呢有高有低。而光家门口呢，我种了两棵针叶树，然后把它砍掉。我曾经呢在网络上看过一张超可爱的插图哦，是耳光趴在这样的砍断的树上睡觉的样子哦。太可爱了，所以呢我想要重现那样的场景。另外呢，这张图因为是在网络上看到人家转发的，我也不晓得到底是出自哪位绘师之手，如果有观众知道的话，麻烦留言告诉我。这次打算呢使用蘑菇系列的家具来做布置，为了搭配耳光房子的颜色呢，这次呢我会以白色蘑菇为主，蘑菇屏风拿来挡一下楼梯，蘑菇阳伞呢装饰在房子旁边，另一侧呢则放蘑菇桌跟蘑菇凳子，再布置蘑菇灯与蘑菇树干。继续往下布置之前呢，我们再来使用上一集我们所下载的泥土路来铺地板吧。待会呢，我们就可以更明确的知道哪边需要布置什么了。种一些灌木来填补一下不能种树的空间。蘑菇灯很可爱，可以沿路呢多放一些。这里放一张野外原木长椅，期待小动物们呢会坐在这边休息哦。接着呢放个蘑菇屏风，
蘑菇凳子也可以拿来当作是长很大的蘑菇装饰哦。跟蘑菇灯一样空的地方呢，我们都可以放一下。再来种一些花吧，种些橘色百合花在河边。耳光房子周边呢，来种橘色的风信子、橘色波斯菊，种在森林的小径上。河边放个世界路标，搭配耳光房子屋顶呢，我们再做一些蓝色的蘑菇灯吧，跟白色蘑菇灯呢混着放，看起来更迷幻了吧。继续用蘑菇家具来装饰空的地方。蝴蝶等昆虫模型呢，也很适合放在森林里哦。放个面包和恐龙模型在桌上，都是耳光会喜欢的东西哦。楼梯旁边呢，我想做个小小的变动。我搜寻了地毯，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耳光的设计哦，我就把它铺在这边。然后呢，再放上儿童帐篷，旁边再放个野餐篮，就变成一个很可爱的秘密基地了。这个小区块就完成了。这一集呢，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挖地形哦，但成果呢，我也是超级喜欢的哦。下一集呢，我就会来布置林蒙娜家的周边，把这整个区域给完工。大家要记得再来看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或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